我根本没有赢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的敌人弃权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不要生气了，等到小布子哥哥带你回成功看海了。余向力，漂亮吗？漂亮。真的吗？把灯打开看清楚一点。看我啊。喜欢我的乳房吗？很喜欢。那如果这里消失了，只剩下一道很大的疤，你还会想要跟我谈恋爱吗？什么疤？我下周二切除。切除什么？乳癌。余向力，我真的真的好想跟你谈恋爱哦。可能是因为我爱你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自私，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才想要抓住你。我真的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理智了，所以对不起。我必须交给你选择。化疗之后，因为药物的关系，我可能头发会掉光，这里电烧之后会像烤过一样，我会变得很丑，很狼狈。也许还可能复发。这样你还想跟我谈恋爱吗？你想吗？你没有去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这么久。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话想说。你不是爱他吗？那到底这有什么好选择的啊？
你那时候就应该紧紧地抱住他，给他勇气。你们男人就是他妈的不懂爱，超级自私。哎，他从来都没有像一个讨饭的去跟人家讨爱。哎，你能想象他那时候有多脆弱、多无助、多惶恐吗？然后你叫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我中途受不了放弃他怎么办？而且我们还见了面。晚安。报过仇之后应该会睡得很好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亲眼看见我死，你才安心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好不让我安心的？什么有话要跟我说？根本就是想知道何瑞姿有没有把柄。对呀，这样你死了之后，就可以继续快乐的过我的人生。滚！不要在里面假惺惺，假至少不会折磨人。至少我没有让别人白白浪费生命在那边痛苦自责。哎，就因为你快死了，所以我们全都活该吗？没有人对不起你，哎，全都是你自己放弃的，好吗？那个于向力，好好一个大男孩，被你搞得失魂落魄的，怎样？很有成就感是吗？什么心里的微笑，根本就是魔鬼！让他去好好做一个孝子。唉，是想做他心里永远的微笑吧。你害我画歪了。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离开他，还是会后悔。这样也好啊，不然何瑞这才刚失去他妈，又要失去一个他妈超级讨厌的女人，这样不是也太倒霉了吗？我那个以后，你帮我化妆。我不要红红绿绿那种好怂哦。
我想要像你这样。拿衣服呢？我买了好多衣服，都还来不及穿了，不知道该选哪一件。你帮我选。好啊，其他的都送我。休想，通通烧给我。我根本没有赢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的敌人弃权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。不要生气了，等拿到小胡子，哥哥带你回成功看海了。白云悠悠，水